We are the face of climate change. We bring reality to climate change by us having to make decisions between do we stay, do we go, do we risk our health, do we risk losing this peace that we have here. 看看美国这样的气候难民已经产生出来了，在路易斯安那州呢，那里有一个小岛，风景很好，但是呢，我们人类从海的地底不断地抽取石油、天然气啦，让这小岛的土地下陷呐，那海水呢，也因为地球暖化，海水的温度升高了，所以地陷那水涨啊，这一个土这一个岛呢，已经呢、啊、这地面已经消失掉了98%，现在剩下的呢啊差不多是半公里哈、哦，啊那一。岛上呢，还有十几户人家住了。美国要他们迁机啦，可是呢，他们还认为呢，是祖先都一直住在这里，他们还是不舍离开呀、啊。但是很危险的一个地方啊，啊，人的固执啊。还应该呢，要求人的生活安全才对呀、啊。他只顾着说，是祖先都世居在这里，他没有顾到了下一代的怎么办？总是呢，这叫做气候难民，无法度带的一关来一地方了这人生啊，总是呢，人祸在先呐、啊，那么天灾在后。当然啦、啊，这时间都是很长很长以前的人类所累积来的，这种累积到了天地之间呐、啊，这人先破坏大地。污染空气呢，那反扑回来就是人类伤害啦，这都是、啊、很可怕哦，这叫做因果循环，可怕吧？现在人类破坏大地，大地反扑人类啊，所以我们呢还是要调整自己的心地哦，很重要啊，爱的能量很重要啦，我们的慈悲佛陀一直在来到人间啊，不断的教义，不断的呼吁啊，我们光说是在慈济50年来哪一天呢没有谈到慈悲，没有呼吁慈悲，没有提倡爱呀、啊？这天天呐、啊、都在呼吁呀、啊。其实不只是佛教，所有的宗教呢都有共同的理念，像。梵蒂冈的教宗呢，今年他也是一直呢在呼吁的，也要慈悲呀、啊。Pope Francis is calling us towards a new work of mercy. We are asked to add care for our common home to both the spiritual and the corporal works of mercy. 的确要慈悲，慈悲是要人身体力行。
着身体力行啊，发挥你的爱心，疼惜万物啊，人类父爱啊，这种事呢，我们的整个生活圈的生态能表态出来，这的真正的无私的大爱，不是用口号而已，需要的是身体力行啊。我们发现教科书里面谈到的生命教育只有在人，这个生命教育还没有扩大到自然环境或者是动物，像 A 四纸这么大小的鸡笼，最多会养到四只鸡，差不多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它就在那个空间里面。人类跟鸡都一样，我们需要水，需要空气，需要阳光。那我们把它密闭在里面，它从出生到死亡，基本上是没有看到太阳的。动物还可爱，动物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许欺负它。假如人类呢不觉醒啊，听着归听啊，大家都会说，但是呢，寸步不行，都不肯去踏出这一步，爱的能量，那付出一个温馨爱的态度力量，都做不出来。如何让我们的这个天地之间能祥和呢？孩子可以做得到啊。My name is Calvin. I'm in kindergarten and I don't eat meat. I am a vegetarian. I turned into a vegetarian because I like animals. Hey, all chickens, I don't eat. Is that okay? I don't eat.Realize chicken nuggets were meat. They were chicken. Them just killed the animals for nothing. Them chopped the animals with a knife. It's rude. Animals them can actually like other animals, and them can actually love them, and it's the same. 一个专门的推动。这个事实的一个组织啦，那就把这个孩子呢带到了收容呢被虐待的动物园去，让他去看看动物啊，他接近到了动物，看到动物呢都是那么的可爱呀，他都会跟动物呐喊的说话，我不吃你的肉。不管是动物在远远的地方，他看到了也大声的喊了，我不吃你的肉。那这种爱表达出来，你不吃，他就不必。被杀，那就是真诚的爱。的确呢，就是有这样。假如是善念一起啦，互相勉励啦，呼唤的、听进去的，这手脚付出你的力量，你可以去爱。你可以呢去关怀，这种生态呢，不也就已经变了吗？曾以也提起了敬，或者是畏恶，都有啊恶恶哈，那不管是清净，也是畏恶啦，都是因为我们人造的。人懈怠堕落，你的环境呢，那就是畏恶的环境，脏乱的环境啊，那你殷勤精进啊，
很自然的，你的周围就会很干净，就如我们的心地一样啊。懈怠必定是堕落的人，那殷勤精进呢，分秒不空过，自己利益都能接触到了华，善华入心，然后呢善念绵绵的，一直一直呢都有这份善念啊，那待人接物呢无不都是爱，这就是一个我们生态的世界啊，无不都是从一念心，心地固好，天地安全。